吃，他就不吃了哈。好啊，那我给你买单。够我们就给他的菜，好吧？嗯。走。还欠芝麻还厚着。嗯，都可以。他好像还是蛮乖的。有人跑了。工作犬的性格是比较好，他连祖祖辈辈都要筛选。是的。先稍坐一下，那这个衣服可能这边要拉下来啊，我们要看一下被毛。哎哎哎哎，你都舔掉了，不出血了是吧？剃毛的啊，我们看到这个黑黑的是它的膀胱啊。膀胱里面目前看下来都还好，没有明显的这个石头或者说结晶，膀胱壁的厚度也还可以啊。一点都是很肿，很肿，很肿。后面回去把它弄热水敷，把它按摩活血。大概那个东西是不是太紧了，或者输液的这个？本次列车终点站西庄，下一站于家汇，可换乘9号线、11号线。
请注意换乘列车的首末班车时间。开左边门，请把爱心专座留给有需要的乘客。Next station.